我看有有啊。他那个打是也正确的嘞，跟你说床铺也是一样打法的，他也比过的人一样的。锁起来吗？不锁起来的，这就是装好的吧？他就是说是这个东西被这个东西能转，能锁起来。嗯，这个东西锁不起来的。嗯，是吧？嗯。那么就把拆这个就行了吧，拆一边就行了吧。嗯这边这个东西，这个是我拔出来的。还在干这个东西，然后再扣上去。